电影《长江图》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导演杨超携主演辛芷蕾等人亮相，王小帅等导演也前来助阵。据悉，《长江图》制作历时十年，而且大冬天在长江上完成了大量拍摄，这可让演员们吃尽了苦头。因为，从它的片名，从它的内容，都是彻底中国式的。它能够替中国电影进行某种的文化的交流或者价值观输出的这个使命。我是一个中年，我是一个冤道，人仇恨不是爱情，我是神明的证据。江水又知道好几十米深，最深的地方都100米那样，有的时候导演就让我从船尾什么跳下去，就给我件衬衫，别人穿着羽绒服就经常那样。主创麦丽出演，影片也收获颇丰，不仅获得了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摄影类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眼下该片还准备好资料送选奥斯卡角逐最佳外语片，只待总局审批。Hello!